啊，这叫草中古街，这是一个休闲街区，1982年申报的历史文化街，这应该是个翻新的吧？这个，但是原来也有的啊。现存长沙最古老、拥有400年历史的麻石古街，这个是在古街上进行了一个翻新的历史保护，这个还不错哟，逛逛。这和昨天晚上逛的那条街是不是差不多的感觉，方向都一样的呀？就长沙开埠那个时候就有了这种街，那个街的历史翻新保护还做得挺好的。长沙其实我们武汉武昌那边有那个武昌古城，不知道能不能打造一下啊。这个不是的吧，这边应该是到随处可见茶颜悦色。这边老居民都已经搬出去了，搬出去以后可能要重新打造一下，做美食啊啥的。朝中街，无意中发现有一个国民戏楼，感兴趣过去看看。这里都是之前应该是50-60年代的老房子，保护的都还行吧，还不错啊，保护的。这是翻新了的，哦，50到70年，砖木结构，中式建筑风格。这个里面看看，哦，有人，我能拍一下吗？没事没事，你拍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好，谢谢。啊，这是那种老房子，哎，这和我们的老家房子有相近的，这种楼梯走上去，各家各户都是隔着的。啊，哎，这种木门，我们那个里份，这种木门开关应该是有能咯吱声音的。耶，对，啊，声音出来了，看没？木门。还能走进去吗？哇，好黑啊！这种老的木头，一直走上去，应该是二楼是吧？啊，我们那儿也挺多的，走吧。打扰那个大叔休息。哇塞，今天这个长沙天气真的是舒服呀，这穿堂风吹得特别的惬意。他这个老房子可能都重新改造的，这还什么咖啡制烘焙店，这个挺好的，要把他老家的房子盘下来装修一下，搞成一个网红店也挺不错的呀。哎呀，不知道我拿得稳不稳，我只能用手持了。这个，哎，
这应该是打造了一个民宿啊，这应该是打造了民宿啊。哎，这个黑白这两个民宿风格挺有意思的。哇塞，这么大一个树，哇！这个民宿不错呀，空空客厅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，哇，这个民宿更好，进去看一下。哇塞，传统的门，哎，跟刚才看到门不一样，看到没？翻新成这个样子了。哇，哇哟，哇塞，这还有天井呢。这应该也是民宿打扮的。这个环境真好，哇塞，这个环境真不错呀，啊，好有艺术感觉啊！啊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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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人，没人，这么好的环境没人。你看这个门翻新之后，感觉多好。哇塞，这老房子一改造出来，这个调性就出来了啊，这中西合并的感觉啊。哇塞，哎，这个闹中取静的地方，这住着也挺舒服的。这样好多钱喽，你看这老房子也开始拆了嘛，拆了可能也要重新改造了。这个房子改得真好，这个民宿的房子。把老城区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址，保存历史文脉，统一起来，既要改善人民居住环境，又要保护历史文化底蕴，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入一体。嗯，刚才那个改的就挺好的。这是什么？民国旅社戏楼啊，是不是就这个？没开门吗？能进去？那这能进去参观吗？你在门口看一下吧。哦，好好。里面因为还没装修，哦，好，我看一眼。推开门看没事。哦哦。看一看。哦。说你进去嘛。哦，好，好的，好好，谢谢。哦，这原来的民国戏楼是吧？它最初的铺位的。哦，这里就是以前的那种官人啊，官人哦，官人坐上面，下面就是也湘剧、京剧。哦，湘剧和花鼓戏为主。哦，哇，这个藏物嘛，这房子其实都挺好的，这整一整挺好看的。这个有几十年了，有几十年了，所以说这个样子很破旧了。哦，就是不参观，在门口看一看是没问题。哦，好嘞，好好，我就看一眼，拍一下。这个哇，这个环境真好，这个。下面啊，有井，我看到了。哇，这个一个搞树，好嘞，好嘞，行，好嘞。哇塞，这个哇，这把它整修一下，包装一下。哇塞，哎，有钱的主上吧，我们就只能看一眼了。谢谢啊，大哥。没事没事。好，我走了。看一看。挺好的，这个环境挺好的。往里面走，要等修饰好以后，安全了。翻新一下是吧？对对对，要把它。这要资本的介入就好了。准备一下。准备一下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好。找到了，民国戏楼。差不多就走出去，那边又到了湘江边了，又开到我车子那儿撞完了。哎，这里发现一个，这里还有个防空洞，对，看看，防空洞啊，真的是每个城市里面都有
共同的那个东西哈，就是应该也是抗日那个时候做的嘛，防洞05年时候建的，这么小一个，像狗洞一样的，上面有个朝中亭。嗯，也是的啊，那个时候长沙也是抗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战区啊，当时应该是国民军第9区军区吧。啊，这是上面写的什么？2005年改造的时候，在民房下面发现的。后拆除洞顶民房，修建了。哦，这个亭子是后来建的，05年以后仿着建的。然后这个，哎，那不对啊，那个防空洞2005年之前都不知道吗？那是民间的，自己挖的，这么厉害，那还是个谜呀。这个自己挖的一个多大呀？100平的防空洞，100平，哇塞，自己挖100平的一个防空洞，自己挖的民房嘛，还不知道出处。天了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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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，估计这是之前可能是有钱的人家自己在下面挖了100平的一个防空洞避难的，厉害啊！之前都不知道，不是当时民间修建的，比如说防空洞一打起来呀，然后大家躲进去的那种，啊，不是的哈，这是自己挖的。哎，当时长沙也是的，长沙跟武汉也相近差不多的，当时在日本轰炸嘛，当时长沙是属于第九战区嘛，武汉那当时属于第5战区。到中午了，又开始热起来了。好热好热，待不住了这个。然后还有几个景点还没去，本来想去湖北省博物馆的，但是湖北省博物馆预约啊，这一个星期都预约不上。我估摸着，哎呀，我东西掉了。我估摸着这一趟湖南之行，湖南长沙之行这个博物馆是去不了了。他起码提前一个星期才能预约，这一个星期我都没有票，真是服了。但是呢，长沙不是还有个橘子洲头吗？橘子洲的那个风景区啊，那个挺长的，我用无人机飞了一下，是吧？挺长的，还要门票啊，反正不划算。其实上那个桥，上那个洲啊，主要就是一个红色纪念的一个活动吧，啊，最主要呢是想和那个洲头的一个伟人啊，伟人，我们毛爷爷的那个年轻时的那个雕塑，跟他合影。到长沙来了，怎么可能不和他合影呢？对不对？但是真的是不想上去被宰或者被坑吧。我在网上啊看到了，也和大家推荐一下啊，就是到这儿，碧沙湖站啊，碧沙湖站看得到不？4号线。然后呢是5号出口，对，5号出口过来了。因为这个地方正好呢是橘子洲那个雕塑的正对面，看到没？大家看看，焦距不知道长不长啊，看到没？这个地方没人啊。然后呢还有一个好处啊，我们的伟人那个像啊比较高大，你要是实际上到了洲头那个地方，你可能拍不太好拍啊，而且人主要是人多呀。到这里来我想拍照比较好吧，我们也就打个卡看一看啊。这个地方看看有没有一个空档，哎，这还蛮多人的，看到没？已经有人了，网络力量还是很大呀，而且不用上舟，省钱，知道吧？这就和我们那个黄鹤楼啊，我们的湖北的黄鹤楼是一样的，在黄鹤楼地铁站那个 C 出口哈，一样可以跟黄鹤楼合影，是吧？何必去花那个80块钱上那个楼呢？这完全没必要。你看，走多好。对吧？这还有个辣椒，啊，你看长沙人是多么喜欢吃辣椒啊！你看，这不就是伟人的
雕塑头像吗？而且从这个角度拍的话，估计两个头像它比例比较适合，你看。过来，往左。举子周头，砍万山红遍，层林尽白。满江碧透，百舸争流，鹰击长空。哇，小朋友好棒啊！万类装仙。这地方是个拍摄点，然后这边围栏挡住了啊，这地方也有个拍摄点。你看，很多年轻人在这拍嘛。这个角度其实挺好的，然后我换了一个镜头啊，其实用70端。就拍的这个比例比较好，我给我调一调啊。好，现在是70端了，你看这个我们伟人的头像和在这儿的头像的话就我来看一下，方便。你的伞吧。不好意思。你看这个拍下来，这个两个人的头像就比较适合，看到没？来，头像比例是合适的哈。你要下面保持下面这个图是歪的。一个人给自己拍一样的。怎么不能够拍？是站这儿吧？是站这里吧？是这里。看一个人拍不是挺好的吗？是站这儿还是站这儿？这个高度也没有超过伟人是吧？是这里吧？你看那种社恐就是这样的，比较尴尬。然后好了，你们拍吧。没事。你看我这个拍的绝对很牛啊！你看。就这样拍的，就这样拍的，是不是挺好？万事不求人，看到没？哎呀，你看这个天啊，是不是要下雨啊？特别闷啊！现在我感觉我不是出来旅游避暑旅游的，我感觉我出来当那个什么特种兵旅游的呀！太拼了呀，太拼了！这么热的天呢，这边。走这边，你看，感觉乌云密布的，要下雨了呀！挺好的，这个城市里面还有自行车的专用道。你看这条道也挺好，慢慢骑啊。下一个景点也不远，所以就骑辆单车，骑过去的话11分钟就到了，也在湘江边儿。这就是我说的骑个10来分钟就到的地方。这个灯时间有点快呀，我这快步走都来不及啊！爸爸，你看，门票11块钱，不贵，进去看看吧，虽然知道是坑。这还拍不下，你看，拍不全。这和那个举子洲头的毛主席雕塑一样的，你看走近了并不见得就好，看到没？拍不全。哎，走进去，只能走进去自己看了。哟，这还电梯呀，算了，走楼梯吧。这里有电梯呀，我是爬上来的。哇塞，这个，哎呦，这个景不错哟。哇塞，
这个景不错，这个景不错。下面看看，环绕一周，这个风吹的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好凉快，凉快，凉快。再往前面走就回到租车点了，去绕大桥。这风景真的不一样啊，11块钱花的还是值得的。啊，对面就是曲子洲、锦江，这11块钱门票的杜甫江阁，感觉里面有电梯，有电梯的东西就感觉就不那么的旧啊，是个新东西，新的。杜甫这一生啊，里面去体验一下，一生就是颠沛流离，到处去生活过，什么洛阳啊、西安啊、成都啊，最后长沙也来过3次啊，最后也死在那个舟中啊，来了，完全是谁来了？有大领导来了，所以我总结精神就是要学习我们杜甫到处都去，最后成就他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。哎，我们这也要多出去看看啊，多增长一点知识啊。这好像是什么领导来了，我看他们严阵以待呀。这都还要清场了。谁来了？烈行。